始就也会有结束。我是主持人。好，那唱作俱佳是每周三到周日的都会有固定的节目，所以你如果今天没有准备好，或你身边有喜欢音乐、热爱舞台的朋友，都可以推荐给他们，因为我们都是会固定时间，每周三8点到10点，然后现场7点开放报名，所以可以告诉你，就是你的朋友或是你本人，下次等你准备好的时候都可以来参加，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参与。接下来我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那我想要呼应那个第一组咖喱的那个他的话，就是要当快快乐乐的人，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这首歌叫《快乐愿望》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这样子。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等一下有一个。那个 R&B 的部分，大家可以一起玩。就是这样，不管怎样。
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那请大家在离开座位之前，将桌上的空杯空瓶帮我们带到外面的桌子，或者是拿到侧边的吧台。那再次确认大家所携带的物品，在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田花村。再一次谢谢大家。明天呢，一直到礼拜天都还是有音乐演出，在大家欢迎大家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。或者是时不时就来田花村看看我们，看看欣赏音乐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